杨幂好钢一女的，喜欢杨幂是有原因的。杨幂粉丝高达一亿多，从全网黑到现在的大红大紫，这么多网友喜欢杨幂是为什么呢？然后杨幂心态好，人红是非多，粉丝多黑粉也多，有一些恶意的言论或者针对她的一些不实言论，她从不会放在心上，也能够一笑了之。这样良好的心态在娱乐圈是很重要的，娱乐圈压力大，很容易患上抑郁症，而杨幂就减少了这样的烦恼。好的心态同时也能够感染她的粉丝有一个好心情。之后杨幂情商高，会说话，面对一些送命题她总是能够巧妙的化解。杨幂曾被问到发际线高的问题，杨幂巧妙回答，所以你们要好好珍惜现在还有头发的我啊。回答问题时又不失幽默，巧妙地化解了尴尬的问题。